娶了个富婆当老婆，不想再吃软饭了。老婆，嗯，我想拿200万再投个项目。什么项目？就是在高速收费站附近投资个足疗店。足疗店？对啊。那你理由是什么？理由就是高速收费站附近除了饭店就是酒店，根本就没有足疗店。越是没有哈，其实它越有市场。你想一下，大车司机开车都得多长时间，那脚肯定特别累。我们要是做好了服务口碑，你想一下那得有多少客户啊。这项目我投了。真的？那我抓紧回去做个行业计划书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老公啊，加油。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步。